你在跟我开玩笑吗？没在跟你开玩笑，我喜欢你，我想跟你住对象。我们总共才见了三面，你都不了解我，你怎么知道你喜欢我？是见过三面，但这足以了解你的人品，而且我还知道，你爱学习，喜欢读书，喜欢骑单车，早上的时候经常在操场上散步，散步的时候一边走一边背英语单词。 知道的还挺不少。我将来要做警察，知道怎么搜集证据。你就不觉得害臊吗？害臊。当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，就开始害臊。这我倒没看出来。将来要做警察，我知道怎么控制情绪。那你把它洗了。 皮都削了，我不确定你吃芒果是不是过敏，会把皮削了。过敏的人也能吃。那不过敏的人，也不会连皮一起吃吧？你说的对。我不了解你，你也不了解我，那你胆量倒蛮大的，敢直接就过来跟我说，让我跟你处对象。 我知道你会答应的，这么自信。你这个人平时不爱笑，我总共见过你三次，你笑过两次，你又笑了，加上这次，刚刚也笑过两次，所以我确定你喜欢我。